一报上来就是非常被动。李成伟也很聪明，很多球我就去抓你，对，打你三四个，你就不知道往哪打了，所以就会你对方自己就心态就完全给被摧毁了。好，好，接着再来，对，别着急，慢慢打。你只要让李宗伟不是很舒服进攻就可以。嗯。啊。真的。对，这种球你看打的李宗伟节奏也很吃力。不要被他带入。对。真好压线。嗯。这一局是林宝成来真正找回的状态。那北京世界朋友说，现在老鲍的世界排名影响到世锦赛的去留问题，太需要这个冠军了，完全是理解的意思。哇，但像李宗伟如果这么打的话，老鲍心情一定要再调整一下。但是总体来讲，鲍春来这种水平发挥出来，已经把他的技术打出来了，所以既然这么能打的出来，如果第一局开始就这么打的话，这个就很难讲。嗯，我们的梦1976说小李的速度太快了，鲍鱼跟不上。我觉得也不仅仅是个速度，确实他速度很快，还有一个就是刚刚穆林老师说的，就是这个小鲍他的思想上这些没跟上。对，现在就是一个这个球已经抢到很高点了，继续再搓一个滚网，他打下去也是没有很大力气。嗯，所以就是到这个时候就明显在组合上的问题了，是该打还是该搓该放网，这个球取决于就那一点点的时间，你拿捏好了一个分寸就很细微。对，很细微。嗯，好，你打一下对手。那是谁呢？李宗伟打了一个对角，这是李宗伟打鲍春来最有效的一个得分，因为鲍春来根本来不及转身，因为他的身高比较高嘛，他的转身慢。对，好，左右界内。对，鲍春来你需要有耐心，然后把球打得开一点，不让李宗伟很舒服的进攻。16平，第二局就很焦灼。因为我想第二局再放不开的话，鲍春来这场比赛就没办法交代了，就也不用交代了，继续睡吧。好球，这个球打了一个很有士气的球，其实就是斗智斗勇，这个时候你敢不动去抓你的球，下一个球李宗伟就不敢放网了。嗯，这种球啊，和李宗伟来等着鲍春来打对角这个球的思路其实是一样的，我就是敢主动去抓你。哎呀，这个球过去的很不好的，鲍春来。17-17。不管这场球的鲍春来是否胜负，但是第二局已经把他自己的身体打出来了，这是很精彩的一场比赛。
防住他这个球，哎呀，嗯，好，好，这个也高成来也预判到他的对角了，嗯，好球，好球，这个很主动，嗯，这个球很有气势，贴上去打。所以高成来还要增加主动打对方的球，不要跟着对方走。毕竟马来西亚主场，李宗伟从天时地利人和都占着优势，嗯，所以报出来要有耐心，还要再耐心。好球，又得一分。好，我们报出来第二局领先两分，马上到这一局末点了，嗯，看看能不能拿下这局，加油，报出来。好，加油！哎呀，输了，差一点点。现在18-19，是关键的一分。看看报出来能不能顶住。报出来拿下这一局的局点，然后把这个局拿下。然后就还有希望。关键的比分。嗯。哎呀，一个放网没过，嗯，19-19，大好形势连续丢两分，这跟心态，这时候心态很关键了，嗯，跟心态有关系。注意进攻，哎呀，还是没有进去，嗯，哎呦，好危险，危险，哎呀，危险。这个坚持住啊，所以说保证了不是没有机会，但是自己的问题很有机会。看保成来能不能把这一分追上。现在李宗伟拿着一个握有一个赛点，20-19。保成来一定要追上去，这会不成功变成背水一战了。但是有可能他更急。不要紧张，进攻。哎呦，又没有进攻。比较软哈。完了，完了。自己别放弃了。好，好，过去，哎呀，失败了，哎，功亏一篑。其实不是没有机会，完全真不是没有机会。对，17-19那会儿，他只要自己把握住了。对。李宗伟也是舒了一口气啊。嗯，李宗伟应该是卫冕了。嗯，我觉得这球打得真的看得很郁闷，就并不是说实力上真的差别很大。对，第一局没有进入状态，这个还有情可原。第二局已经领先，并且关键的比分还领先两分，嗯，对，得一分得到20，他就有机会，对方的基本上就崩溃了，就那一分稳不住，19-17领先，让对方打到21-19，让对方连得了4分，这就
很说明一个问题啊，在最后最关键的时候能够放给对方四分，所以说我们说差一口气就差在这里，好大一口气，21-9，21-19，第一局咱们就姑且不算了，没打开，对，第二局在17-19啊，领先两分的情况下，大好形势下，愣是被李宗伟扳了四分，来我们看一下精彩季节。总体来讲，第二局小鲍发挥的还是比较正常，但是最后这一球就让我们大家卸得太大了。